今天晚上我们到了中山，在中山的市里啊，我们去准备逛一下这边中山的步行街。满鱼拐了个娃，满鱼拐了个娃，拐了个小女娃。你看，带回去吧，我们带去玩了，我们。我们把那个带去玩吧。娃的父母啊，两个人啊，着急忙慌的，你看。我们直接带着他去房车出去玩去。我们直接把小女娃拐走吧，让他们两个人去潇洒去吧。好吧，反正我们车那么大，他们一出来就想着吃，我是发现了。哎呦，你看这两个潇洒的。是啊。你看我们变成带娃的。走，娃都不要了，娃都不要了。这是中山最繁华的一条步行街啊。哇，这边的建筑风格啊，全是民国的建筑啊。这里面可以看到啊，人特别的多，这边人特别的多。这个有没有感觉有点像上海的那边的那感觉啊？上海南京路啊。上海那边商业街好多都是这种建筑的，都是民国时期的，因为上海在民国时期的建筑也是特别多嘛，所以说会有点相像。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吧。刚刚我们排队去吃鸽子啊，然后鸽子都卖完了都没吃到啊，我们在这边吃点东西吧，找点东西吃，一边逛然后一边吃。看一下今天这个人潮啊，还是蛮多的，蛮热闹的。中国银行，哇，这个明显就牌匾很古老，很有这个年代感的。这里的衣服好便宜啊，19、29、39。广东那边的衣服都好便宜。广东这边你看，在路边上也卖69、39，没有超过100的哈。看有什么好吃的，找点好吃的啊。那一次很多年前啊，逛过一次中山的这条街，已经好久没有来过了。我们看一下，找点吃的。感觉没有什么广东特色呀，都是一些每个城市都有的东西。把黑色的卖完了，最后一个黑色了。反正你还有粉色也行啊，很漂亮，拍照真的超漂亮，白天晚上拍的好。好，今天其实是过情人节了，然后呢，给卖一买一朵花。哇，广东这边很会做生意啊，你看这个过节的花呀，弄得都不一样哦，一个球里面放一朵玫瑰花。来，所有的花给你。跑哪去了？啊，给你弄一朵花。哎呦，这个跟大灯泡一样。啊？大灯泡啊。哇，卖一说像一朵大灯泡。哎呀，这会不会爆啊？不会的。感觉它会爆啊？不会。哎，鱼，我这发现了，你们广东人会做生意哦。嗯。你看这种挺创新的呀。很漂亮的哈。嗯，很漂亮的。没那种花那么熟悉哈、哦，多少钱啊？几十块钱。10块钱。嗯。贵了。喜不喜欢呢？贵了。啊？哎，送给你，没无价的，知道吗？也是的。啊。这里有这个臭豆腐，啊，看起来不错的样子哈。好像不是特别臭。哇，闻起来可以。是吧，感觉挺正宗的、哦、是因为这边广东这边离这个湖南比较近啊，哎，说不定还可以啊，尝一尝吧。嗯，都臭豆腐很正宗的，可以再来一盒。嗯，还可以哈。嗯，哇，这臭豆腐好吃哎，挺正宗的我觉得。哎，对，我刚刚看到就挺正宗的，我再去买两盒。这里有个雪糕鸡蛋仔，看一下。看一下啊，他在鸡蛋仔里面弄个雪糕哦。啊，这是脆皮冰淇淋啊。对呀、啊。哇，多少钱一个？那一个。啊，就这样卷起来的。对呀、啊。烤一烤。对。现在这个棉花糖啊，都做的这么可爱的，还能做成兔子的形状，太可爱了吧？嗯、啊，生意好好，都在排队，小朋友好喜欢啊。这条街的小吃有点少啊，我们就在这里随便吃一点。里面叫了一点臭豆腐、爪子，还有卷饼，还有那个粉没到哈、啊。还有粉没到。嗯，这饼好吃吗？还点了一份这个花甲粉的。花甲粉。哎呀，你吃。这边没有什么本地特色啊。是哈。嗯。这边还有一座摩天轮呢，我们准备上去，准备带鳗鱼去坐一下摩天轮。
哇，万一那个花还会发亮的哦。咦，你的花里面是发亮的？嗯，里面是有灯的。摩天轮呢？对呀、啊，我们俩还没有坐过摩天轮呢。对，然后去坐一下摩天轮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摩天轮，然后准备上去感受一下这个摩天轮了。啊，我们也坐上了摩天轮，还有喝的。我第一次坐摩天轮的。第一次坐。你呢？我第二次。你第一次怎么坐的？和谁坐的？我第一次一个人坐的。谁信呢？我不信。嗯。我坐了天津之眼，一个人去坐的，我也没坐过，是吧？真的是。哎，你看，现在我之前坐在这里啥都没有的哦，就是一个舱。哎，我们订的是这个包舱嘛，包舱的话它，它中间还有个小桌子。如果你订的普通的，好像也是跟以前那个一样，观光缆车一样的。看一下晚上的中山摩天轮。哦、下面还有一个大桥，挺漂亮的哈。恐高吗？有点。摩天轮没有感觉的，你看就跟静止的一样，没发现。但是你要往下看的话，还是有一点的。还、啊、好。你这么恐高啊？嗯。还没玩过山车呢，我们有没有玩过过山车？玩过那个。直接吓吐了是吧？就那个冲天大回旋，比那个过山车还要猛的那个。腿都吓软了是吧？腰上也断了。哇，你看就这样子，边吃边喝，看一下外面的夜景，还可以哈。嗯。干杯！干杯！这里干杯。嗯。害得我小心翼翼。嗯。这算不算是航拍视角啊？航拍，看一下这个中山。嗯。那边放烟花了，是不是？看到了。看到了。很小个。嗯。哇哦哇哦哇哦！闻到了最高的顶峰。我有点恐高，我也以为。恐高啊？嗯。那么慢，你怕什么？那也是高啊。你看这下面多高啊！看一下下面。黑漆漆的，看不见。这还黑漆漆的？看到最下面了，我手都有点抖了都。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啊，一转眼感觉就时间到了哈。嗯，感觉下来好快啊。是的。哦，好了，感受了一下高空之旅啊。吓到没？有点，说实话。你看这里都害怕。那。天哪。但是。嗯。对吧？但是陪着你，对吧？嗯。我一点都无所惧意，知道不？哦，得了，吓得你都不敢动。好了，我们也。我觉得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！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啊，好了，走吧。带你去坐过山车。我不要。那你要我的命，我跟你讲。带你去坐吊了跳楼机。年龄不开门啊！不开门，我们再坐一趟喽。年龄大不能经不起，经不起吓，知道吗？啊，走吧。哎呦，这里走。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可以拍照的地方呢哈。嗯。看起来还不错嘞。这个花，不灵不灵的花，你看。不灵不灵的，喜欢吗？走啦！感觉老了。嗯。就是不适应那个城市里的生活了。嗯。啊，城市里的一般不是都是这样吗？是吧？看我弟他们玩得好开心啊，又不知道到哪拍照去了。找一下他们吧。感觉他们又去哪去了？走吧，找一下他们去。带个娃也，带个娃玩的也挺开心的哈。也是无忧无虑的。哎，你看旁边那个东西像不像机器人呢？有没有点？植物大战僵尸。看我弟拍照多专业呀、啊！哎呦，我看看。眼镜都有了。看看好不好看？应该。哎呀。还可以不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哎，这摩天轮呢，还是远处看好看的。实际坐过去的话，感觉没有这个远处看的好看哈。啊，还有点花。对，所以说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有些东西呢，一定要距离产生美啊。小眼光。嗯，只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嗯。
带蛋白出来溜一下吧，我回来了，和小女玩一玩。